都市轻熟暖伤纯爱剧温暖的弦持续热播。昨晚苦等两周，魏星夫妇终于迎来破镜重圆的甜蜜时刻。张翰、张钧甯忘情拥吻，确认心意。这一波惊天巨堂舔翻全网，期待不已的粉丝们早在预告发布时就把二人剧中爱巢洛阳道一号完成梗花式调侃刷上热门话题 Top 3。官方也随即发布了一组张翰、张钧甯的触动之吻海报，两人亲昵贴面，错位而吻，深情动作让粉丝们对二人婚后甜蜜日常越发期待。今晚20点，温暖的弦两集连播，魏星夫妇持续发糖，两人相依早安吻，恋爱日常甜如蜜。为了让一心死心，潘玮柏带一心前往洛阳道一号，撞见了温暖开门的场面。对这场面即将展开，战男弦会如何保护温暖？非凡娱乐整理报道。